苗栗县南庄乡知名景点苏维拉庄园的停车场，下午一点多突然有辆休旅车起火。苗栗县消防局据报，派员赶到现场抢救，约20分钟将火势扑灭，未造成人员伤亡。苗栗县消防局指出，汽车火警发生时，车主并不在车内。南庄消防分队在1点44分抵达现场，发现休旅车车厢窗户有火舌窜出，随即布线水线抢救，2点4分将火势扑灭。苗栗县南庄乡知名景点苏维拉庄园的停车场，下午1点多突然有辆休旅车起火。苗栗县消防局据报，派员赶到现场抢救，图苗栗县消防局提供分享。苗栗县南庄乡知名景点苏维拉庄园的停车场，下午一点多突然有辆休旅车起火。苗栗县消防局据报，派员赶到现场抢救，图苗栗县消防局提供分享。苗栗县南庄乡知名景点苏维拉庄园的停车场，下午一点多突然有辆休旅车起火。苗栗县消防局据报，派员赶到现场抢救，图苗栗。